在中国社会，所有的人最好都不要搞个人崇拜，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个人崇拜成功的案例。你看最有名的楚汉之争，楚霸王项羽跟刘邦这两个人，如果在美国的话，项羽一定是成功的，因为他武艺高强，相貌出众，而且啊，到处都吸引人。但是他在中国社会注定是失败的。刘邦越看越不像，所以大家对他不提防，然后他一冒起来，你就拿他没办法。我想这是两种不同的成功的哲学。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啊，好像美国是先进国家，那么样样学他们，最后因为国情不同啊，这个遭遇到很大的挫折。但是这个只是看表象，真正深一层去想的话，我倒想请教各位，为什么刘邦会成功？为什么项羽会失败？主要是刘邦会用人，而项羽不会。一个单打独斗的人要想斗过一个团队，那是没有可能的。你说那我当干部，我搞个人英雄崇拜总可以吧？也不行，因为那么一来你就会功高震主，最后一定被杀。你看历史上杀功臣的案例多得很，其中呢，雍正杀颜根尧。老实讲啊，雍正没有颜根尧，他能当皇帝吗？可是最后他把颜根尧杀掉了。我跟干部讲课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，如果每个功臣最后都注定被老板杀掉，那你干什么？没有了，也有太多的功臣没有让老板杀掉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萧何，你看萧何当宰相一直当到死，你发现中国最愉快就是当老板当到死，不要被换掉，搞半天被换掉，那干什么？我们有很多观念跟西方人是绝对不相同。所以刘邦他后来说，他说我样样不如项羽，我会成功因为我会包容这些有用的人，让他们去发挥。可是项羽呢，他本来有很多人才，最后一个一个跑掉。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，要谈一谈你怎么样把这个团队领导出来，而又不会犯到个人英雄主义，我想这是很重要。我们一定要团队，而这个团队对你要忠心耿耿。老实讲，像台湾的统一集团高金院先生，我相信各位很熟悉，他没有读什么书，但是他很有一套。你如果问他你怎么搞成这么大的集团，他会告诉你，我只领导一圈的人。他那个第一圈的人呢，很多是我的好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高清院他的理念跟别人不一样。他当年把统一创出来的时候，他去找干部，他不从商界去找，但是他非常特殊的地方，他从教育界去找，所以他第一班的干部通通是老师。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，老师懂得做生意吗？高清院说，老师最起码他的品德不错，有了这么好的基础，我很容易训练他。
他说我宁可训练一个品德好的人，我不愿意用那些很高明而最后把我搞垮的人。我想这句话大家是听了以后一定觉得很有道理。所以统一集团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第一圈的干部统统从教育界出来，然后他就开始把这些本来很单纯的不懂得做生意的这些中学老师，大部分是中学老师，然后慢慢的把他们教导成很好的商界的人才。高先生他认为，你只要把第一圈人带好，他自然会去影响第二圈，第二圈会去带第三圈，这样的话你规模再大，我都一句话，这句话对中国人重要，巩固领导中心，我们一定要巩固领导中心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去带第一圈？第一圈是要训练的。你看各位听来听去总觉得我们是讲柔，儒就是柔啊。孔子所倡导的儒学就是柔的意思，因为柔能克刚，刚呢很容易折断，天下越刚强的东西越不持久，那它很容易就折断掉。那个柔的东西啊，它很持久，而且它没有抵抗。你看刚的东西人家会强力跟你抵抗，你柔的东西他根本看都看不见，他怎么去抵抗你？儒家就是讲柔术，可是我们是柔中带刚的。所以你听了以为说，哎呀，我们当老板的要很委屈啊，我们要不能够表现啊，我们都不是这样。我把这个重点说出来，当老板最神气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第一圈对你服服帖帖，而且非常尊敬。我常常跟第一圈的干部讲，我说你对你的老总不礼貌，你吃亏。他说当然老总对我不好，我说你错了，而是你的部署看不见。反正你的部署会用你对你老板的样子来对你，哎，他就懂了，他完全懂。我们当老总的人跟第一圈在一起，我们尽量以大事小，我们尽量采取低姿态让他们去表现，但是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圈的干部会唯唯诺诺，百依百顺，甚至弯下腰来替你擦皮鞋。这个时候人家看着你威风凛凛，非常神气。所以我们一般人看错了，以为说你看这个老总站出来，大家对他唯唯诺诺，好像都是一般拍马屁的马屁精。不是，中国它是两面的，它是两面的。我们都是核心人物的时候，我老板最小，你们最大，我都听你们的，因为我要靠你们。但是一出去，给我记住，讲话立正，我讲什么讲错了也是对的，那是干嘛？做给别人看，说这个团队他们真的是力量集中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两面的做法是蛮有意思的。那当老板当到每天要低声下气，那我干脆不要当，我不要当，我没有代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威风是什么？是给别人看。可是我长期这样威风呢，我的干部一个个离我很远，甚至就跑掉了，因为他也觉得跑不来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外面越神气的先生，回家
太太就跟他脸色看，一样的道理。刚才是做给别人看，你以为你真的，给我倒杯茶来，这样就摆平了嘛，这样就摆平了嘛。老蒋第一层的干部如果够聪明的话，他会在外面表现得很听话，表现得很畏惧他的老总，为什么？让人家不敢轻视我这个团队，而且对他有利哦，因为他这样的对他的老总，底下人自然会这样来对他，他也得到相当的补偿。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在哪里？你看人吃喝睡觉，动物也是吃喝睡觉，有什么不同？不同的人要个体面，要体面。动物没有什么体面，动物什么体面？我们常常觉得，哎，这种生活跟猪狗一样，那你觉得做人没有意思？人吃吃的体面，穿穿的体面，住住的体面，这是人嘛？如果搞得很窝囊，搞得为了赚钱，好像什么都不能要求，那我干脆不要，要给钱干嘛？所以当老总的人，千万记住，在内部你要靠你的干部，你不能生气。可是出去，我们也希望干部能够尊重你，给你面子，让你觉得我这个老总做得够意思。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配合。那你把第一圈的人把他带起来，有好几种方式。我想这就是带企业文化，这样就是带企业文化。你把第一圈的人共识建起来，对你有信心，知道怎么样表现，这个就叫企业文化。企业文化可以由老板自己来带，叫做圣主型。你看历代很多圣主啊，他当皇帝，我本来就很行，那我怎么不能自己来带呢？我就来带啊。所以老总如果觉得我有一套，我就来带，告诉你们这种事情要怎么做，那种事情要怎么做，然后你们照我的原则去做，我就放心了。第二种，你看历代皇帝有些很不行的，所以很多人一直说，哎呀，皇帝不行怎么办？皇帝不行有什么样？有什么关系？最怕是皇帝不行，自己要撑人干，那个才糟糕。如果不行，我请个好的宰相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看刘备就是很好的案例嘛。刘备说：“诸葛先生，你来替我领这个团队。”结果呢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天底下最会用人的就是刘备。刘备一打听的，这个诸葛相声还得了？他怎么做？他去找他，一次找不到，第二次又找他，还找不到，第三次再去，总共去了三次，叫做三顾茅庐。诸葛亮被他打动了心。诸葛亮下山的时候27岁，死的那一年54岁，54减27，正好27年。你算过来没有？刘备磕个头，诸葛亮拼命9年，你看多划得来，对不对？我当老板，我给你磕三个头，你给我拼27年，我划算的很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诸葛亮厉害，其实最厉害的还是刘备。你看刘备，他的武艺不如关公，
不如张飞，但是他当领袖，你看妙不妙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也提醒各位，你有关公没有用，你有张飞没有用，你再把赵子龙请进来还没有，你看三个人跟着一个刘备到处流浪，最后还是诸葛亮下来才有一个江山，可见参谋很重要，你不要说会打仗才重要。今天什么？今天就是研发人，就是策略的作用非常重要。我很会卖东西，但是销售的策略错误的话，你再会卖也没有用。老讲任何产品呢，它的定价是很不简单的事情，所以像那种价格策略，那是要很高明的人才有办法来定。所以你看历史上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参考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学外国？中国的东西已经学不完了，而且我研究到现在为止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最懂得管理就是中国人。第一个，他管道好像没有管一样；第二个呢，他乱七八糟，又有条条有理，然后他让别人伤脑筋，自己在喝咖啡，多厉害！你如果觉得自己有办法，你就说我是圣主，我就来带带就好了。王永庆自己带的，可是呢，我不学的，我不学什么？我请个诸葛亮啊，那个叫做贤相，我请个很贤的宰相啊，那就好了嘛。所以我看看我这里面哪个当副总最能够替我带出这个来，我就交给副总去带。我论的亲切，为什么一定要我？那高科技呢，又比较不一样。你看台湾高科技的很少是圣主型的，很少是贤相型的。你看宏基就好了，宏基的施正荣在外面看他很贤，可是你问他里面的人，他会告诉你最不贤的就是他。但是他就是因为最不贤，所以才最贤。这句话好好去想啊，天底下最不贤的人往往是最贤的人，就是他会让第一层的人互动，这就厉害了。你想高科技人谁也不服谁，你懂的我也懂，那我为什么要捧你呢？那我们就让第一层的人来互动就好了。那这个时候总经理你就要把握一个条件就好了，就是你多提问题，你少给答案，他们就把所有答案都给你了嘛，你是赚占便宜的。你是圣主，你可以给答案，我认为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你们一定要这样，这叫圣主性。一碰到问题就问，不爽啊，你能拿个主意吧，这有什么关系，这没什么丢脸的吧。他就是贤相型。如果也不是有没有圣主，有没有贤相怎么办呢？你就说，哎，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把每个人都谈。三种方式都很好用，但是你只能选一种，这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。啊，你在三种里面选一种，我怎么带第一圈？王永庆是强势的。王永庆他是每天中午跟第一层人吃饭，不停地告诉他这事情要这样做这样做，那事情要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。但是结果呢？结果台硕的第一圈的干部，通通很严重的肠胃病，因为不消化，吃饭的时候拼命的说拼命的说。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你要走哪一条路。你今天用一个副总，
那他替你办，那你一定很担心了。万一这个副总最后他得到众人的支持，他来逼宫把你赶跑，你怎么办？好的，我们将来要讲一个题目，怎么样当二把手。二把手也很难当，二把手不关心头把手，头把手就觉得你跟我不配合了。二把手一关心头把手，头把手就觉得不要装好心了，你是来看看我什么时候会死掉啊。难了。老讲每件事情你如果深入去了解，你都知道它有一套学问。我们这次所讲的各位都听出来了，是我们典型中国人的想法。我们有三个东西在我们脑海里面，一个叫孔子，一个叫老子，一个叫释迦牟尼。老讲这三个人是东方的三大哲学家，整个东方的思想家，他们的精髓都在我们脑海里面。西方的科技是赢过我们，但是西方的哲学绝对输给我们。大家，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在脑海里面，然后不断的去想。中国人的东西啊，你要听好几遍，因为你每次听，你都有不同的感触，然后慢慢融化到你的脑海里面。我建议各位，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个蓄水池。你平常足够的水在里面，你要用的时候，水龙头一打开，水就出来了。如果脑海里面空空的，你就会碰到问题干着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又没有水嘛。我们学习是为未来而学习，不是为现在而学习。为现在学习糟糕，你不知道哪天会碰到，你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慢慢的把自己的蓄水池充满了各式各样你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到时候你碰到问题，你一打开，哎，它就出来，你就不着急。人要有充分的准备，你才不怕发生任何的意外。这个在管理上就叫做什么？事先做好计划，然后看时间一到，你就可以付诸实现，加以执行。我们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西方现代化的管理。将来我们会找个时间讲时间管理，我们的时间管理绝对比美国人强得多。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懂得情绪管理的人。老讲那个情绪管理的作者有一次亲口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曾教授，全世界人都没什么情绪，只有你们中国人最会闹情绪。西方人情绪就这么一点点而已，中国那个情绪还得了？全世界的情绪，那我们中国最复杂，最难管。所以各位多花点时间，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家庭整个弄得很和乐，然后让你的子女能够传承下去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能。第一圈，最后要达到一种叫做默契。所谓默契，就是不需要用语言沟通。我倒请问你，为什么要默契？我举个例子。有一个科长跟我抱怨，他跟我抱怨，他曾教授，我好歹是个科长，我们总经理有一天打电话叫我去，
居然叫我把他办公室的玻璃窗擦一擦，你看急不急用的你？这个科长非常的不愉快，说他的老总打电话说有空吗？来一下，他就去了，把那个窗子给我擦一擦。所以他就问我，我们老总可以这样做吗？我先问他，那你有没有擦呢？他说没办法，他叫我擦，我谁让你生气，只好擦。我的答案各位听听看，我说你该死，他怎么可能叫你擦玻璃窗？他说他明明叫我擦玻璃窗啊。我说这是你不对，不是他不对，听清楚一句话，一个没有神经病的人居然讲出神经病的话，他其中必定有道理。我说你根本不要告诉我过程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的老总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他的办公室空空的，没有其他的人，他很想跟你谈一个事情，结果你来的时候正好来了好几个客人，他一时啊就很不喜欢你毛毛躁躁把事情说出来，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信息传给你，他能不能说，哎，刚才我打电话给你是这里没有人了，现在有人你不能讲了，那这些人怎么办？他只要有一点不对的话，这些客人马上警觉出来，你看提防我们，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处处提防我们，以后你找我你不要想，你就完了。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就讲一个莫名其妙的话，说哎，把玻璃窗上擦一擦，你马上知道说此时不方便说话，不是叫我擦玻璃窗，然后你就说好好，我叫他们来擦，你就走了。老板就说这个真是好干部啊，你在那擦他是一头火，你擦传出去像什么话，我的课长来擦玻璃，我这家公司成什么公司？这样就对了。他在无可奈何当中，他用这种传达的方式，你应该是听得懂才对。所以中国人常常讲，我说这样你就真的跟我这样，他就很气了。听话要听言外之意，看书要看空白的东西。所以很多人老问我什么叫无字天书，你看中文最神的就是无字天书。我说你把一本书拿出来，里面有些黑字，那些黑字都不重要，你看出那个黑字以外空白里面的东西，那就叫无字天书，它本来没有字嘛。我不知道各位意会到没有，你看一本书，你只看一本书，你就在看书，你看一本书，你可以看出三本书来，可以看出五本书来，你看有人一辈子就看一本书，他看出十几本书来，他就看到无字天书了。当然一个作者要把他每一句话都写出来几乎是不太可能，所以很多老朋友都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次讲跟下次讲不一样，我那个话太多啊，我怎么可能一次讲完呢？所以你看凡是把那个什么投影片啊 PowerPoint 啊，就是他总共就这些话，然后自己又记不住，所以只好一边看一边念给你听，那有什么学问呢？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标准错乱掉，我坐在这里我没有准备，我只是看我们这里的磁场怎么样啊，我讲话的时候我会看大家，你那个表情说你懂了，懂了我就不要讲了，懂了再讲就很烦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换个话题。哎，我看看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这种话呢？那我就再讲一遍，这样才对嘛。所以中国人没有办法一次把话讲完，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话讲不完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做一家，我们叫做一家之言，就这个道理啊。
你必定要找到一个中心思想。我很坦白讲啊，一个公司如果东学一下西学一下，你就很惨。所以我常常跟企管公司讲啊，我说你如果刚开始卖自助餐，我没有话讲。但是你长期卖自助餐，你这个餐馆不会有名的。我没有看过一家自助餐说很出名的，连真正好馆子，它都是有几个特色菜，它不是卖自助餐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，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，我不讲它名字了。他的老总亲自告诉我，他说我请那个顾问去讲课，到我公司去讲课，就是要内训。那个顾问就讲了，你们当老总，你们当主管的人，你们应该采取一种叫做 open door policy， 就是开门政策。你办公室门要打开，让所有员工想跟你讲话他就进来，这样的话才会充分沟通。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，听起来非常有道理。然后过了一个月，他又请另外一个专家来，那个专家说，你如果采取 open door policy， 把门打开你就惨了，因为你的干部很厉害，他们就组织一个游说团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小时，你一个小时，他一个小时，然后轮番来奉召你老总，让你整天连路都走不出去，然后他在那边喝咖啡过日子，一路完了。有没有道理？很有道理。所以老总要设重重的关卡，你更简单，什么事啊？这种事不必找老总，找他就好。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看到老总，你的时间才可以控制得好，也很有道理。他说我神经就错乱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门开一半吗？也不对。各种不同的理论，各有各的主张，在我们中国就叫一家之言，那是他们的事。我当老总，我只能选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这话讲清楚，你每家馆子去吃一吃，只是想找到一家你比较喜欢的馆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一辈子老是这样跑来跑去，就表示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合意的，那这家公司就没有中心思想，就没有共识，就没有企业文化。我们公司是开门政策，就是开门政策，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。我们公司是关门政策，就关门政策，有什么障碍我们来解决。这样就是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，公司一定要一以贯之，大家就不会投机取巧。你看一个家庭，爸爸跟妈妈的看法一样的时候，子女他就怪怪的，只要父亲跟母亲有不同意见，那你惨了，他就会钻啊，这边找妈妈，那边找爸爸，他们两个天天去吵架。小孩比大人厉害，所以里面有时候小孩很幼稚，小孩这一套是天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当老总的人到处去听，如果一辈子不到处去听，你不可能成为一家之言，你不可能带出一个好的团队。我听，我会筛选，然后我找到我的中心思想，我就把它贯彻下去，这样你这家公司就有特色。每家公司能够生存，不是靠你有多大的财源，不是靠你有多好的产品，而是靠你有没有特色。特色今天就叫做品牌。你看胡璇当年他要盖一个药厂，他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我不做补药。那他的干部说，不做补药，补药最好赚的。他说我们不能赚那种钱，我们是救病但是不救寿。人家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你看，会吃保健品会吃保养品都是有钱的人，你去救那些有钱的干什么？你要救那些有病的人，需要我们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，那是他的中心思想。
所以他在找人才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，我一年可以负责给你赚多少钱，他让你出去。我们经营药厂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，我们不能以利润挂帅。有个老先生来买药以后，觉得他的药是味道不对，然后伙计马上讲没有错了。吴学说不可以这样，你看他做的非常现代化，连欧美不过如此。他就交代伙计把这个老先生安顿在旅馆里面，所有私事我出，外国人也不过如此。然后彻查为什么有怪味道，后来那个人跟他讲，因为这是腐骨，老腐骨比较不容易买，所以我们用豹骨代替，所以味道不太一样。国学马上把那个采购人员开开掉，然后收回所有的东西烧掉。最现代化不过如此，所以我们太小看我们的老祖宗。你一定要想到你自己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，我这辈子是照这样去走，我把一个企业闯出来是闯出我的特色出来，那我才有意义。那个很多老总到最后觉得没有意义，觉得没有价值，我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就是没有终极的事情。然后继承者很重要，我这样做你非贯彻不可，不然我就不让你继承。你看同仁堂为什么能维持生生不息，他就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中心思想整理好，然后不能再摇摆不定。你一摇摆不定，你底下人就无所适从，然后你就让第一圈的人好好的执行。企业文化跟员工没有关系的，这话各位要仔细听的。员工他只是认同不认同，他无法参与企业文化的，能打败钱。你说我们全员全员，那是说的好听，对不对？一个作业员，他有什么知识？他有什么经验？他怎么可能参与你的企业文化？不可能。我们高层把企业文化弄下来，我们去贯彻，然后底下人他自然会认同。所以这当中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，基层员工让他过比较单纯的日子，不要去整天告诉他这个那个，那是不合适的。让他专心的把工作做好，不要去跟他谈太多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跟老总讲，你不要跟你的员工讲，我们很竞争很激烈哦，我们如果再不怎么样，我们不能生存啊。员工不会认同你，员工认为既然我们这个行业这么差劲，这么紧张，说不定垮掉，我干脆先走算。当老板的只能够跟干部讲危机意识，不能跟员工讲危机意识。员工他之所以一辈子当员工，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危机意识。所以很多老板都会跟干部讲，你们要仔细一点，不然很危险，因为竞争很激烈。但是当他跟员工讲话的时候说，各位放心，我们一切都有安排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公司一定没有问题。他本来就是对的，你好好干，公司当然没有问题了。公司哪一点问题，就是你们不好好干嘛。很多话这个要看个人怎么去体会。全世界都有相当程度的愚民政策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到策略性的东西。你看全世界，包括英国、美国、德国，他都相当程度的愚民政策。所以我们再讲一句话，企业是由少数人在维持，不是由多数人在维持。像那种全员参与、全员经营，那是说得好听的。你上面这个核心抓准了，下面他自然会认同。
你要要求他们来天天开会，天天有意见，我看是很困难。那我们把这个项目啊，再说三个要点。第一个，老板自己要确立你的中心思想，你不能犹豫、啊、看到这个就学那个，看到那个学那个，那你学到最后就变垃圾桶，脑筋里面就变垃圾桶，而不是蓄水池。蓄水池是经过过滤的，打开就能喝的，才叫蓄水池。第二个，你要把你的中心思想，那你的第一层的第一圈的干部通通跟你一样，一点不能不同，然后底下的人他会认同，底下人会有些差异性，干部绝对要一致性。所以我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去说中美日管理比较，我今天说得很清楚，美国式管理用在基层非常好，日本式管理用在干部这层非常好。你看日本是很好的干部啊，讲什么都是嗨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打折扣的。而当老板人一定要有中国管理的这一套思维。谢谢大家。狮子带绵羊，狮子冲得很快，绵羊在后面软趴趴的，根本就不见了。这个叫做个人英雄主义。你看什么事情都要老板出头，那干不干嘛？我就替这些老板很抱屈。你看很多老总跟我讲，我出钱，我冒风险，我辛苦，他们干嘛？他们根本没用。那谁叫你自己要这么辛苦的？一只绵羊带着带一群狮子，这个绵羊他完全可以放心嘛，因为那么多狮子保护着绵羊，还保护住还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他一定是外柔内刚，千万不要外刚内柔，外刚内柔最吃亏。什么叫外刚内柔？就是脾气很坏，心肠很好，你就糟糕了。中国人的心肠很好，很少没有人知道，脾气坏所有人都得罪光。外面柔一点，里面刚一点，里面有原则，外面随机应变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学学美国的那一套计量法，但是那个是给基层用的，不是给高层用的。我先问各位老总，当你要一个数字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小数点以下的东西？根本不需要，你就要个概念数据化。对一个老总来讲，3800万跟38524220块是一样的，你记那么多干什么？老板不需要精确，你精确干嘛？员工要精确。所以我刚才讲过，美国式管理是在基层管理，加上一板一眼，一切照工作规范。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很难，中国人很喜欢擅作主张，你没发现？我们为什么质量不好？就是每个人都擅作主张、啊、你叫他照规定，他说是，结果不照规定，你说为什么不照规定？他会告诉你规定这样不好，他会跟你讲规定这样不好，他自己就把规定改掉。我是做很久的研究，一个美国人看到一张工作图啊，他会觉得这是非常 professional， 叫做专业。美国人很尊重图，都是照图去施工的，哪个敢乱改？一个日本人看到图，他认为这是很神圣的，他还不敢改。只有中国人这里经常加一个笔在这里干嘛？对不对？那个图一放出来，错误画错了，他就改呀、啊。搞建筑人都知道，他从没有按图施工过，什么按图施工过？所以我们要挖马路的时候，去市政府调出来当年的这个设计图啊，一挖下去一根管都没有，因为他就摆在旁边嘛。这个是最伤脑筋的事情。
而且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单元专门讲基层的训练。基层中国人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中国人老板最多，干部比较少，啊，然后员工很难找，所以很多人都讲人很多就是找不到的人，人很多都找不到，找不到你要用的人。每一个人都是自作主张，从小就这样。你看妈妈叫小孩去给我买一瓶绿油精回来，小孩一定说好，然后出去回来买万金油。我叫你买绿油精怎么万金油？他说大家都用万金油，没有人用绿油精的。结果一变成你错了。我是花30年时间，我把所有细节都搞清楚，我才敢讲。要不然呢，老蒋，我你看我天天在讲，讲那么多，万一我前后自己矛盾呢、啊？那我惨了，我惨了。我相信各位会相信我的话，在台湾不想多少人讲想抓我的把柄，只要我说错了，我一定上报。别人说错没事，我说错一定上报，因为很多从美国回来很不服气嘛。我学了半天，结果你在讲中国事，那我去学干嘛？